青草，漫漫黄尘。人活世上争口气，一腔热血几回平，看罢了古今多少事，英雄莫问莫问出身，莫问出身，顶天立地男子汉，花开花落叫佳人，说尽了悲欢多少情，英雄自古自古无完人，无完人。恭喜相国。干嘛这么神秘啊？阳羡完了，彻底完了，死无葬身之地。有何新发现？请坐。昨天夜里我把李进交给我的罪状全部看过，仅死状就有四大款。其一，至阳第二年，扬州田地仅复耕一半，阳县却谎称全面复耕。其二，当年所交纳的税粮半数是窃用朝廷资金，通过海路从浙江购进。其三，那株祥瑞稻穗是十五两金子从南阳贝尼商人手里买过来的，而不是从他责任田里长出来的。其四，那株祥瑞稻穗到手后杀人灭口，将那位商人害死。有关人证物证字据都在罪状里，看得我是冷汗直冒啊。相国，难道你不相信事实俱在，铁证如山呢？我不是不信，是佩服啊。漫天大谎他居然撒得点水不漏，此人的心机胆略手腕真是古今罕见，老夫佩服之至啊。相国，我们何时上奏弹劾？弹劾？现在我都不知该如何弹劾他了。相国的意思，阳羡之罪把皇上都玷污了。你想想，那株稻穗挂在哪？挂在皇上的书房里，两年多了，皇上是天天看日日愁，一直盼着各地都能长出那样的谷穗来，好让大明的粮草堆积如山。可忽然间这祥瑞之物变成了祸水，还是从南阳贩来的，这成何体统？还有殿试的时候，皇上当着全体恩科进士的面宣称杨羡是正臣是楷模，要所有臣工都向杨羡学习。往后让皇上的面子往哪儿搁？龙威大损呐！哼，属下能体会皇上的心情。皇上会把杨羡千刀万剐，同时，皇上自个儿心里也会流血。收他起来，暂不谈劾。相国，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
多吉，等到皇上发现杨宪的马脚之后，咱们再上奏弹劾。这是为何？因为这个祸害虽是刘伯温举荐的，却是皇上一手养大的，必须让皇上先发现这祸害的马脚，之后咱们再上奏弹劾，如此皇上才仍然圣明，洞察一切，咱们做臣子的仍然比皇上愚昧，察人观事仍然落后于皇上一截子，懂吗？明白了，相国心胸眼力，属下敬佩。继续忍着吧。成，忍就忍，忍多久都行。笑什么？过去咱忍，忍得难受，现在咱忍，忍得舒服，就好像看着一只小蚂蚱，在咱掌心里，蹦啊蹦的，咱随时可以捏死它，只是不捏罢了。你呀，别得意的过头了。哎，这儿的老百姓可真不容易呀、啊！每一粒粮食都得从山缝里抠出来。本县官府尚好，就是乡政收租小吏刁恶，稻农交谷时小吏所用的升斗不均，克扣严重。另有御史暗中涂改税赋薄册，如一子下面加画一道就成了二，上下各加一道就成了三。臣建议朝廷尽快打造铜斗作为标准粮具下发各县，各县皆以朝廷铜斗为母斗，翻造斗具使用，违者重办。臣还建议凡记录钱粮等要紧物品时，一律将现行的一二三四五数字写为汉字一二三四五，以绝篡改之弊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哎，山长来了，来来来，快看看快看看。哎，李进这个建议啊，非常好非常好啊。好，真是太好了。数字被涂改乃历朝历代最头痛的事，如同改成汉字书写，可谓功德无量啊。你立刻给咱拟旨，从明年元月元日起，大明各级官府所有的奏章典册内，凡是涉及钱粮田亩赋税器物统计的，都由过去的一二三四五改为汉字的一二三四五啊。市农工商在买卖交易时，也要以汉字代替数目字，违者无论何人都要以违法乱政之罪重罚不贷。遵旨。一二三四五，上山打老虎。中书省参政杨宪勤恳敬业，公众体国，着晋升中书省左丞，加年份五百担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恭贺杨大人！啊，恭贺杨大人！杨大人荣升左丞，非但是大人之喜，更是中书省之幸，朝廷之福啊！是啊，是啊。列位大人，明日是杨某的四十建诞，有请诸位到盘龙阁酒楼一聚，请务必光临啊！啊，一定一定！杨大人，大人，杨大人才四十啊，已经位居相府，前途不可限量啊！是啊，印堂先向各位禀告一声，明日赴会，断不可携带任何礼物，否则就是置杨某于尴尬，受贪小之名啊！杨某断断不敢呐。乔阳县得意成什么样？现在他离左丞相之职只差一个相字了。他如果想要啊，我可以让给他。不过虽然是差之毫厘，却往往啊是失之千里。
明天他的生日，去不去给他拜寿啊？还是去吧，吃他的，喝他的，还不用送礼，这又何不好啊？再说了，这或许是人家最后一个生日，再不热闹一下，多可惜啊！啊！哎呀，吴大人呐！哎呦，列位大人，都来了！多谢多谢啊！多谢多谢！属下恭贺杨大人四十大寿！大人多谢啊！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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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大人，哎呀，吕公、宋公呀，您二位也来了，多谢多谢多谢！听说杨大人寿诞，老夫不敢寂寞，先来沾点喜庆。驼背受酒吃下，不敢当，不敢当。老夫一来给杨大人祝寿，二来给杨大人贺喜，恭贺杨大人荣升中书省的左丞的。二位前辈高风亮节，历来被晚辈视为楷模呀，今后还望二位多多关照他，多多关照啊！啊，请请请请请！太宰殿下到。臣杨宪叩见殿下。杨宪呐，虽然你不想让我们知道寿诞的事儿，但是父皇还是知道了，令我前来为爱卿贺寿。展开来。这是父皇的亲笔题词，让我作为寿礼送给你。皇上天恩浩荡，臣万死难报，谢皇上。杨宪，今日可谓盘龙盛会，可喜可贺呀！啊，多谢相国大人，殿下请，相国大人请。啊，殿下请。好，请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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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父亲，杨宪在盘龙阁大摆寿宴，连太子都去祝贺了，您为何不去呀？我为何要去啊？杨宪是您的学生啊，您要是不去，别人是否会猜疑你们有了嫌隙？再说杨宪他也不开心呢。所谓师生之谊，恐怕早就名存实亡了。再说了，他昨日刚刚升为宰府，今日就大摆宴席，未免太张扬了。我何苦要去凑这个热闹呢？那么，儿是否该去道声贺，稍作应酬？你不是说太子已经去了吗？那现在也晚了，不如不去。老爷，天凉下来了。老爷和公子都该添置些冬衣了，还有粮油也该买了。这些事你办就是了，不必报。刘大，等等，怎么了？禀老爷，府上只剩下五贯大钱了，已不足半月所用。莲儿，家里怎么会窘迫到这种程度呢？如果今天家里要是来一个客人，我们拿什么款待人家？父亲，你我年俸加起来才300两银子，咱们家半年就使完了，要不是乡间贴补咱们，根本维持不到现在。刘子，去把这两幅字画拿去变卖了。老爷，这不好吧？面子重要还是肚皮重要？拿去。哎，人人都以为当朝大臣富贵荣华，哪成想咱们家连冬衣都治不起了，真堪为笑叹。我查过《史记》，本朝臣工的俸禄
可能在历朝都是最低的。京官要是没点田产和祖业，简直难以维持京城的开销啊。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清廉呗，皇上立场廉洁，极看重臣工们的操守。不错，但廉洁也是要有个限度，不能超出臣工们的承受力。莲儿，我问你啊，如果今天咱家要是没有这些字画变卖，家里的米缸也空了，正好有个属下给我们送来了5斤肉10斤米，收还是不收？区区薄礼，收之无妨，聊不无米之炊吗？那好，下回他又给你送来20两银子，家中也正好该置办冬衣了，收不收？收下吧，日后设法再还他。能不能还上咱们暂不追究，再下次他给你送200两银子来，他诚恳地求你收下，然后求你给他办一件小小不然的私事。这件事不大，你只要跟属下们打一招呼，就能把这事办了。白花花的200两银子，好大的一堆，收不收？贪赃纳贿就从这里开始了。对，许多非法之事开始都是合法的，渐渐的就在非法与合法之间，接下来就进入违法领域。追其起始原因众多，但有一条，要是米缸空了，谁都希望有人来送，连圣人也不例外。我觉着要保持长期廉洁，就不该让大臣的米缸空了。父亲，你可以向皇上进奏啊，让他增加各级臣工的俸禄。我要是向皇上进谏，皇上就会问我，20两银子够1户百姓用一年的，朝廷给了你们300两银子，再加上一些赏赐，你们为何不够用？老爷，内厅来人了。皇上口谕，请刘伯温进宫喝茶。请转禀皇上，臣记到。来。贵人，鱼来了。这条大鱼是专门用水箱从山东运来的，请各位大人品尝品尝，请。哦，大鱼呀！哎，你瞧啊，你瞧啊，此鱼身虽亡，心未死，还在说话呢，是吧？他在说什么？禀杨大人，此鱼是从东海龙宫里来的，他带来了龙王爷的谕旨。宫里来的，主大人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霍局长，他还说，大人将有更大的喜事从天而降啊！来喝酒，同喜同喜啊！跟殿列位大人同喜啊！我要是去了龙宫，一定带上列位大人一块去玩玩。谢谢杨大人，感谢杨大人，好，干了！杨大人，这次咱要连喝3杯，听说你酒量很大，我今天要跟你喝个痛快的。来，大人，喝酒。伯温呐，擅长虽然是资深老臣功勋卓著，但是他作为
中书省的右丞相，就有些显得懦弱、昏昧，而左丞相徐达，却是挂了个空名，从来不理政事。李善长也乐于他不理政事，好让他一个人说了算。咱现在正在琢磨着改组中书省。应该改组，完全应该。咱拟了三个人选，来，想听听你的意见呢。皇上，臣斗胆请求，别征求臣的意见。不成，咱一定要听听你的想法，躲是躲不开的。遵旨，请皇上示下。哎，这第一位就是杨宪，第二位是吏部尚书汪广洋，第三位是中书省的参知胡文庸。禀皇上，臣以为这三位大臣都不堪相国大任。杨宪虽有相才，却没有宰相的气量；王广阳偏狭浅薄，还不如杨宪。至于胡惟庸嘛，他的才华气量都够，但此人心性暴躁，行事刚烈，恩怨必报。他做个辅助大臣蛮好，要是把他放在相国大位上，恐怕是用生猛的野牛驾辕，难以控制，早晚都会翻车。好啊，你个刘伯温，把咱这三个人选全给否了。那好，你给咱提一个出来。与这三人相比，还是李善长做相国更合适。伯温呐，善长可说了你不少的谗言，你还替他说话？臣不知道李相都说了些什么。那我就跟你说几句。他说你刘伯温恃才误傲，目无臣相，你的那些才也都是虚名虚才，顶不得大用。还说朝廷的那些外省级官员全都集中在你的周围，以刘公马首是瞻，诸如此类。这话可是杀人不见血啊。皇上，在臣眼里，大臣就是大臣，绝没有这省那省之分，他们也不会聚到臣的身边来，更不会以臣马首是瞻。至于臣的才学是虚是实，是真是假，这都不要紧，皇上自有胜断。是，咱明白得很。臣以为李相之所以尽此谗言，是担心臣取代他的位置。如果他一旦知道臣无法取代他，他也就不会如此刻薄了。咱是越来越看清楚了，中书省左丞相一职非你刘伯温莫属。皇上，臣万万担当不起啊。为何担当不起？一者，臣体弱多病，对繁杂政务万万胜任不起；其二，臣生性爽直，口出无忌，纠谈枉法文武尚可凑合，要是让臣做丞相，臣这脾气迟早会冒犯皇上，到那时皇上非杀了我不可。即使为了自己身家性命着想，臣也万万不敢荐居丞相一职。是吗？是。如果皇上非要把臣搁到中书省，臣只有冒死叩请皇上赐一道恩旨，赐臣告老还乡，以免断送君臣十来年的恩情。
你刘伯温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想躲开咱，独善其身吗？哼！给你的恩典不要，孤傲，咱也不是非用你不可。糊涂！这事儿只能这么办，啊！你办的就另谁挽回，绝不宽纵。日落前，本堂等你禀报。啊，李相来了。哎呀，有事儿您传我过去不就成了吗？你看，我这连个客座都没有。甭客气。老夫是内阁丞相，不是客。杨大人，你把我亲你的严府八律驳回来三条，啊？相国大人，本堂正想跟你商量这件事。本堂，杨大人，你在属下们面前可以自称本堂，在老夫面前也要摆谱吗？相国大人可能忘了，本堂虽是左丞，可是皇上却令本堂主持中书省常务。你的意思是要和老夫平起平坐了？而且老夫是虚，你是实。不敢，本堂只是秉公办差，不负皇上天恩。好，好极了。老夫昏聩，重病缠身，即日起老夫也要回家疗养几日，烦你替我奏报皇上吧。相国大人要撂挑子吗？相国大人留步。相国，相国，您真的生病了吗？我妈和刘伯温一样，病与不病均在两可之间。那相国称病而去，是想要挟杨宪吧？哪儿啊！我回家养病，中书省就全归他了，他才可能更放肆。盼相国早日康复。哟，吕大人，您在这儿干什么呀？本着觐见你们杨大人。我一个户部尚书在这干等了半个时辰，这是奉天殿吗？就是见皇上他也用不着等这么长时间呢。杨相日理万机，所有的奏章他都要亲自阅过，然后再转呈皇上。哎呀，怎么连茶也不上啊？来人呐，给吕大人上茶。是。我听说六部成功到中书省来办事儿，一律没茶喝。那是杨大人的规矩，不过您是户部尚书啊。哼，总算看到了一盏茶呀，哈，真可谓尚书茶难得啊。相国请李大人前去相见。哪个相国？有信没有？是杨相国，李相国已经告病回府了。杨信。啊，李大人，我已经等了你一个时辰了，本堂报上来的任免名单你还没审完吗？李大人，本堂正想跟你商量这件事情。这单子上的左侍郎三位主事恐怕要做调整。换谁？请您过目。这不都是你的亲朋故旧吗？大人说话当心。皇上对你们户部早有训责，说你们户部办差不力，着我选择干吏充实户部。杨宪，不必拿皇上来唬人。
你明明是借机任用不救，却说本部办事不力，你太霸道了。大人，本堂秉承皇上懿旨理政，奉劝你不要肆意狂言，藐视圣上。你名为秉承皇上旨意，实际上你是欺君擅权，专横跋扈。李长，难道你要逼本堂参你一本吗？本堂还要参你呢？户部早就接到举报，说洪武四年扬州丰收有假，百姓以命抗税，你交给朝廷的那些个贡米，难道都是扬州的地方长出来的吗？啊！又有人对本堂造谣重伤了。李大人，这件事督察院当年就派人查访过，全是谣传，查无实据。李大人，您可是前朝元老，饱经风雨，可不要被别人利用啊。本堂不会被人利用，但是也不想受人欺凌。吕大人，本堂岂敢冒犯吕大人，只因为皇上有旨令本堂。吕大人，这样吧，你报上来的名单我就不做更动，原封不动的上呈谕了，由皇上钦定，你看怎么样吧。当真？本堂岂能戏言，你放心，今日就呈上去。如此，那就多谢了。哟，吕大人，嚷什么呢？我在院外都听见了。你听见什么了？听见你们俩嚷着要相互参奏。魏庸，你说这事儿怪不？两年前，户部接到匿名状纸，举报杨宪，治杨期间欺瞒朝廷，他以外地的道骨冒充扬州的贡米。刚才我一提到这事儿，他就准了我的折子。那贡米的事儿，你核查过吗？查过，毫无实据，否则我早就奏报皇上了。也许啊，有人看到杨大人扶摇直上，心怀妒忌吧。但愿如此吧。皇上。禀皇上，中书省当值胥吏禀报，吕大人与杨大人为了户部晋升属员的事儿大闹一场。哎呀，吕敞能够大闹中书省，一定是杨宪给逼的。两个人在争吵当中提到了扬州贡米的事儿。贡米？后来呢？后来两个人不吵了，再后来吕大人就笑眯眯地离开了。朝会前一刻，杨宪都要单独觐见皇上，君臣俩先把朝会议题捋过一遍，等他们捋完了，朝廷这一天的正事儿才算开始。李相称病不朝，这是中书省积下了一大摊子事儿，
凡臣阅准的呈字，一律应同李相同属才可生效。好些急务就这么拖下了。皇上，中书省不可一日无主啊！你是想让咱给你扶正了吧？臣万万不敢。臣只是想请皇上吩咐一声，促李相赶紧回署理政。李善长病愈之前，中书省的奏折由你跟胡文庸同属，即刻生效。臣领旨。你现在是中书省的左丞，和李善长相比，就差个相字。你还是回去好好打理中书省的常务吧。遵旨。看出来了，想做中书省左丞相。啊，你今儿啊，去看看善长，他肯定是憋了一肚子气啊，听听他想说些什么，回来告诉咱。杨宪虽然年轻，但办事精明老道，当断则断，当驳则驳。中书省由他掌管，臣无忧。究竟是他老道啊，还是你老道？当然是杨大人。杨大人为中书省订立的章程法纪，九款二十八条，把属下们治的是服服帖帖，办事效率大增。老臣就没这个魄力。父皇让我来问问，你对中书省的现状有没有什么话要说？没有，臣没话说。臣只盼着这副健体早日康复，尽快回署衙当差。娘娘，刘伯温托人敬上一盒新鲜果子，说是请皇后娘娘赏收。真难为他了，放案上吧。哎。怎么了？娘娘您瞧，这刘大人也太小气了，送蟠桃只送五个。哦，还有片树叶。五只蟠桃，一片落叶。娘娘，刘大人什么意思啊？他的意思是说，五年满了，应当叶落归根了。到底是大学士，有话不说，拿桃子掩饰。玉儿，二虎在吗？哦，刚刚过去，好像是往暖阁去了。你把他叫来。哎。来了。拜见娘娘。二虎，皇上最近心情怎么样？皇上心情郁闷，好像有什么心事，时常发火，饮食也大减，老是坐着发呆。着太医瞧瞧啊。末将也是这么说的，可皇上不准，硬说自个没病。他这人呢，就是这脾气，不到站不住的时候，绝不承认自己有病。娘娘，您最清楚皇上的心思，还是您给说说吧。知道了，你先下去吧。娘娘，皇上真病了吗？看来是没有。他嘛，自个儿不病，也讨厌大臣们生病。皇上如果饮食大减，早晚会伤身子的。娘娘，您就劝劝皇上吧。月儿。京城里的烧饼哪家做得好啊？当然要数夫子庙无忌老店，
他家的饼子一出炉啊，整条街都闻着香。鸭血汤呢？当然是无忌老店的对面刘家汤。这两家摊子门面对着门面，有人到了夫子庙，只要往中间一坐，这左边上烧饼，右边上汤，吃得可痛快了。玉儿，你带上银子去一趟，传两个掌门的师傅到宫里来，把他的火炉和汤料全都带到宫里来，一样也别少。咱们要吃啊，就吃他个原汤原味儿。娘娘，您是让他们进宫给皇上烤烧饼煮鸭血汤吧？当然了，咱们呀馋皇上一回，他一馋胃口就开了。甭说皇上，我现在就犯馋了，我这就去，等到了夫子庙，我先吃饱了肚子再领他们进宫。去吧。哎，您一口都没动啊？撤了吧。皇上，您老这样可不成啊，有伤龙体。饿不死的。啥东西这么香？哦，娘娘招了个烧饼师傅进宫，还有个做鸭血汤的，他们正在御花园里烤饼做汤呢。你咋不早说呢？娘娘吩咐不让说，他们说等他们做好了再突然给皇上端过来。哎呀，你们都不懂的，这烧饼啊必须一出炉就得吃，端着到处走还不走了味儿了。还是皇上明鉴，待在这儿看着这些奏章，不许任何人动啊，闪去去就回。哎，看着。哎，小心一人。
是我从青田把他接来的，你就当赏我这个恩典。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不许你再干政，不管是你在家里还是在外头。严查之下，必然查出一个至亲至廉的尚书。混账！杨宪欺君害民，捉紧逮捕严办。臣有罪。